大家好，我是小发学姐。最近 AI 的进展真的夸张到不行，音乐圈开战了，影片生成又升级，最后居然连家用机器人呢都要开卖了。今天这集我帮你快速梳理了三件事情 ：AI 音乐的版权战怎么打到翻桌的 ，AI 影片的开源战谁冲到了最前面，最后还有一台真的能走、能扫地、能讲话的 AI 机器人要进你的家门了。首先要讲的就是 AI 音乐界的大戏 ，UDIO 和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 Universal Music Group， 也就是 UMG。还记得前阵子 UMG 才要告 UDIO 侵权吗？结果现在两边居然牵手合作，要一起做 AI 音乐工具了。这个转折之快啊，真的是连八点档都来不及写。很多使用者呢就直接气炸了，因为他们发现 UDIO 平台突然就不能下载自己生成的歌曲了。大家说这下 AI 自由创作要被封印了是吧？但是老实讲 ，UDIO 呢也没得选。面对 UMG 这种巨头，要么呢就被告垮，要么就去合作，对吗？而 UMG 呢，同时还宣布跟 Stability AI， 也就是 Stable Diffusion 的那家公司联手，要打造所谓的合法授权、安全可商用的 AI 音乐工具。听起来是不是很正面？但是背后的意思大概就是，创作可以啦，但是呢，钱记得给我分一分。我觉得这整件事情代表一个新的现实，也就是 AI 音乐不会被禁，但是呢会被收编。未来呢，你能怎么创作，能不能商用，都要看谁拥有授权。就在美国忙着吵 AI 音乐该不该存在的时候，中国这边早就开唱开得很嗨了。第一个是海螺 AI Music 2.0， 它可以从零开始帮你写词、作曲、唱歌、混音，整首歌直接出炉，完全自动。重点是它唱得越来越自然，那个机器感几乎是听不出来了。你甚至可以挑清新民谣或者摇滚风， AI 会自己换情绪、换唱腔。更厉害的是，它全部跑在中国伺服器上，不怕被 UMG 告了，所以呢能玩得更加自由。Gentle as the dusk in winter, just melting out of sight into the night. 另一边 ，Tencent 呢也加入了战场，推出开源的 Songblue 模型，整个程式码都放在 GitHub 上，开发者可以去改，可以再训练，想怎样玩都没有问题。更加微妙的是 ，Tencent 本身就是 UMG 的大股东之一，也就是说，一边是 UMG 在美国打版权战，另一边他的股东呢就在中国推开源音乐。这个画面真的是超反讽的。我觉得这场 AI 音乐世界杯已经不是比谁唱得更像了，而是在比谁敢让大家去玩。接下来是我觉得最精彩的一部分了，也就是 AI 影片。首先是 LTS2， 它号称完整的 AI 影片制作引擎，能生成 1080p 甚至 4K 的画面，影片最长20秒，帧率最高50。在他们的官网上呢，可以直接试玩，每个人都能免费生成几段影片，可以选 Pro 模式或者 Fast 模式，画质和流畅度呢都大幅提升，而且整个操作体验呢像是在导戏，你能设定镜头的角度、光线、角色动作，真的有那种 AI 导演的感觉。推特上呢已经有不少创作者在玩，像这只 AI 版的海绵宝宝短片就超红，画风诡异又爆笑，但是节奏感我觉得刚刚好，那个怪里带萌的风格完全可以想象未来 AI 内容会有多狂。 Jerry, what if they decide they don't need us anymore? Oh, like when I didn't need that rock anymore. Well, as long as they still make Krabby Patties, I'm okay.
接着是海螺 2.3， 这家公司除了音乐，现在连影片也玩得风生水起。新版主打多角色一致性和剧情的连续性，生成的画面稳定，角色呢不乱变，有点像是平价版的 Sora， 但是速度呢快了超级多。然后压轴的是中国外卖平台，一个叫做美团的平台居然也加入了战局，推出开源模型 Long Cat Video， 名字很可爱，但是功能也很猛，影片最长4分钟，角色稳定，镜头不崩，还能保持场景一致。对于创作者来说，这个意义真的是太大了，以前 AI 影片只能玩10秒的炫技片，现在真的能拍出有剧情有节奏的作品了。我觉得2025年呢会是 AI 影片创作的元年，创作者呢不再被平台限制，而是可以自己开源，自己拍，自己发。最后这个我真的看到笑出来了，又有点害怕。一家叫 1X Technologies 的公司呢推出了一台 AI 家用机器人，叫做 Neo， 它不是概念影片，是实体的机器，已经可以预购了，定价大约2.5万美金，你也可以选租用制，每个月呢500美金。这台机器人可以帮你打扫、拿东西、辨识食材、讲话互动，而且如果它遇到不会的工作，会自动的连线给远端的真人，帮你用 VR 操控来完成，有点像半自动人类支援 AI 家政。我自己觉得这太有未来感了， AI 不是只在荧幕里，而是真的走进了家里，开始帮你上班、帮你打扫、帮你生活。总结一下，这周的 AI 更新可以说是创作加行动双管齐下。音乐那边，公司和创作者还在拉锯；影片这边，开源势力已经冲出了实验室，然后是机器人干脆直接搬进你家。AI 正在从工具变成生活里的一部分。也许下一次你开电脑、听歌、剪片、煮饭，背后都已经有 AI 在帮你了。如果你喜欢这种帮你快速梳理 AI 趋势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告诉我你最想体验哪一个，是 AI 音乐还是影片，还是想让 Neo 帮你洗碗呢？我也会分享一些 AI 工具的实测给大家看，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拜拜。Learn AI now before it's too late. I'm warning you.